运的越来越昌盛。好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六日在鹿港工会堂开幕，展出40件的摄影作品。我们这次有10位同学展出40件的作品，然后主题分为有人像，然后有极简，有建筑，还有风景，还有人文，就是有我们叫做色彩自由无声温度计，是以美学去为基底的主题。那面向有很多摄影商的类型。鹿港镇长许赤宏表示，台大学是彰化在地的优质大学，积极透过创新教学培育人才。这次摄影展展出台大学10位年轻学子的作品，学生们以摄影为媒材，发挥创意与观察力，创作各式主题的视觉艺术作品。我们台大学的摄影社印象工作摄影社来做一个展览，那欢迎好朋友能够来到我们鹿港的工会堂来参访。那尤其这次所展出有40几幅的一个作品，包括里面的作品有得到国际的一个摄影的一个奖项，那也有的也是我们第一次开始出来做一个展览的一些作品，可以说这个作品呈现我们年轻人的一些思维跟方向。我们常常讲说用双眼来看世界，但是但是因为这个世界太丰富了，所以我们常常会显得目不暇接。可是摄影社的同学呢，借着他们的双眼，那聚焦于单眼透过那个镜头把他们所看到的，其实看到的话的现象呢，用技术上面的，包括你要结合这个光影、线条、构图，甚至彩色，然后有自己的见解，把它成为跟现实世界里边把它结合。其中空色系大三学生林淑璇是以宗教信仰为主题拍摄一系列的作品，火力四射，以北港礼炮为题材，透过色彩鲜明的火花，记录独特的传统文化。左手边这幅画，这幅照片是北港礼炮，那其实我是在台北拍，那北港礼炮是台湾三大炮之一，那我也看到蛮多摄影师想去拍北港礼炮那种构图，那我觉得这个构图是就是它的这个火花让我觉得很美，然后是台湾三大炮的重点之一。展期自2月16日到3月13日，欢迎乡亲莅临参观，透过作品感受同学们的热情、自我延伸与投射，认识摄影的魅力。